曹操从长安救出皇帝，并把天子迎入了自己的根据地许昌。通过拥戴正统的汉室天子，获得了大义名分。另一方面，两大阵营中的袁术逐渐陷入了劣势。他在焦急之下做出了大逆不道的暴行，他夺取了孙坚手中的玉玺，以此为凭妄自称帝，鼓吹自己才是正统的统治者，要求诸侯臣服。然而此举为袁绍讨伐袁术提供了借口，袁绍指责袁术为逆贼，开始了讨伐袁术的行动。来到这里之后，我一直在观察世间百态，现在天下已被袁绍大人和袁术大人瓜分，但是以气势而言，曹操大人更加出类拔萃。现在虽然他仍与袁绍大人处于同一战线，但迟早会踏上自己的征程吧。那大哥要跟他走一条路吗？的确，曹操大人为了统治国家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活动，但是那个过程和结果真的可以带来安宁吗？考虑到他在徐州的做法，至少过程中应该毫无安宁可言。不顺从自己的就是敌人，他的做法与兄长背道而驰。那就好说了，我们快点离开这里，去投奔袁绍不就行了？这样似乎有些不易，他曾在危机之时救过我们。既然如此，在离开之前我们应该有相应的还礼吧。云昌说的没错，无论过去有何仇怨，我们现在只是门客，首先必须做出相应的回报，之后再考虑是否离开。不大适合我，但是既然要做，就绝不能让任何人通过。刘备，征讨徐州吕布的时机已到，你等也与我同行吧。曹操大人，我一直认为必须回报您的收留之恩，但是我曾经负责治理过徐州，实在不愿看到那里再次卷入战火。不要烦恼也随你烦恼，但如果对他放任不管，乱世可不会自己结束。我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想，为结束乱世，我定要将其斩杀。为此，我会用尽一切可用的手段。以水济攻陷邳城实属上策，郭嘉大人和我一定会让计划成功。功啊，不愧是郭嘉和荀攸。听好，我等要在此战中诛杀吕布等人。功啊，我岂会让那样的计策成功。
要阻止我的计策吗？真是伤脑筋呀、啊！我现在必须尽快前进。不让！不让！虽然防守不大适合，但是既然要做，绝不能让任何人通过。不让！此地置之不理，并非上策。我来防守这里吧。不让！寸步不让！寸步不让！郭家将军，这一侧的水门已被破坏。嗯，了不起啊！这样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吧。必须尽快采取对策。真是身手过人，我有鸿鹄之志，要全力以赴了。这是使出全力的我，厉害！向阁下投降。好了。这里进展顺利，与曹操大人会合吧。不让！此次胜利都是大家的功劳。啊，真是精彩啊！只是旁观，我已经十分享受。击溃他们的补给路线吧！敌军必会瞄准补给线，都由汝等负责防备。寸步不让，还肩负着防御许昌的任务，绝不能在此倒下。曹操军真是兵强马壮。完全无法与之匹敌。报告，我军补给线确立完毕，这下可以安心进军了。好，如此一来，态势就稳若磐石了。我要先行赶赴许昌，完成防守任务。此次胜利，都是大家的功劳。了不起，我只是旁观就已经热血沸腾了。军软弱没用，哦，我们已经联系到补给部队了，这下可以消除进攻时的后顾之忧了。好，我的任务就到此为止，那就转向守卫定陶的任务吧。此次胜利都是大家的功劳。您的表
简直是太精彩了，让我胆气为之一壮。谢各位前来援救，我们总算保住了性命。现在没时间耽搁了，必须要继续前进，攻陷下邳城。记住的，真棒啊，真努力啊。哦，感谢您的帮助，这下篷车不会失手了。
虽然现在正在交战，但是物资数量堪忧，最好能派人前去筹集。所需物资已经罗列在此，请将这些运往许昌。虽然现在正在抢。局面不算很糟，但物资令人不放心，谁能帮忙筹集一下呢？哦，这可真是求之不得啊。那好，请您将这些带来可以吗？局面不算很糟。哦，哎呀，这可真是帮了大忙，非常感谢。好，成功了。欢迎光临。今后，您的表现真是。精彩了，让我胆气为之一壮。感激不尽，如此一来，许昌成为了铜墙铁壁般的要塞。来的一战，现在去攻打敌军的要点。三，出发！敌军的目标应该就是此地，弟兄们，加强守卫！请你撤退吧，不退，我会在这里处置了你。
贾诩大人，要我拦住你，必定成功。我也有急事要办，就全力以赴了。往直前！寸步不让！看来只能撤退了。将军就彻底无望了。大家都乔装好了吗？都按照贾诩将军的策略，让你受春吧。寸步不让！此次胜利都是大家的功劳。哦，您的表现真是太惊人了。兄长，您果然厉害呀！
开始向下邳城移动，我们要与前线的友军会合，斩杀吕布。更加稳固了，残兵败将们，为我打开大门！是大家的功劳。哦，真了不起啊，大哥！什么？为什么门会被打开？难道是曹操军攻进来了？敌人进来了，吕布大人，用计策来击退敌军吧。击溃这些小卒根本不需要策略，我这就去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。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必定成功。
败敌将。哦，兄长，您果然厉害呀！放开我！这些无名小卒竟然捆住我吕奉新，饶不了你们！只知依赖自身武艺，轻视智谋策略，于是你便是因此而落败。小的人，这就叫军略，明白吗，徐副？你只会凭借一身武艺横冲直撞，是赢不过我的。那么，把你说的那个军略和我的武艺联合起来，怎么样？哦。你有意投靠在我的帐下，曹操大人，吕布的本性是野兽，其武艺固然可惜，却不要被他迷惑。小儿刘备，再见吧，吕布，带着你最强的武艺，死在这下邳城吧。乱世的猛兽已去，刘备，徐州再次交给你了。在把百姓卷入战乱，血流成河之后，我回到了徐州，不消灭吕布，乱世就不会结束。曹操大人的这个想法应该没错，但是就没有不流血的道路吗？为了达到目的，曹操大人会选择最快的途径，为了结束乱世，他不惜付出任何牺牲。那家伙和大哥完全是两种人。算了，咱们已经脱离曹操，回到了徐州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咱们好好经营这片领地，让曹操也羡慕死，是吧，大哥？嗯，首先应该重振屡经战乱的徐州。云长，翼德，我们一起让这里再次富饶起来吧。大家听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去讨伐袁术这个僭越称帝的狂妄之徒。袁绍，抱歉，此战的指挥之责就交给我吧，不能再像攻打董卓之际一样放他逃走了。什么？事到如今，手持玉玺自称皇帝已经毫无意义，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必须葬身于此。嗯，我一直身处袁术麾下，很清楚他是一个沉迷权力和名号的人，如果继续放任他妄自尊大，只会让天下变得更加混乱不堪。真巧啊，我的想法也和你们一样，他是名门袁家的耻辱，
我一定要亲手惩治他。虽然大家的理由不同，但是讨伐袁术的心愿不谋而合，我也不会继续放任袁术威胁徐州。这次一定要将其斩杀。扰乱世间，我绝不能允许这种恶行。前进，前进！让敌人领教一下我军有多强大吧。必须见到袁绍大人，并请求议和。辽国，那些碍眼的刘备军交给你了。刘备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，根本没人能充当我杨洪的对手。寸步不让。胡说八道！寸步不让！似乎只能到此为止了，已经没能完成任务了。寸步不让！寸步不让！胜利都是大家的功劳。哦，兄长，您果然厉害呀。少军的结盟失败了，没有人会来帮助我们了吗？这样根本毫无胜算吧。这是我们的地盘，才不会让与他人。势如破竹，我还是快点逃吧。临阵脱逃的武将简直不像样，就让老夫来纠正你这堕落的本性吧。这野鸡会陷落，为什么我们会遇上这种事？此次胜利都是大家的功劳。真是有前途的人才啊。剑叶已经落入孙策军的手中。敌人真是越发猖狂，快加强防御，进行备战。武器部队迟迟没有到达，是出什么问题了吗？
如果现在我离开这里，就会被敌人钻空子。要是能去看看情况就好了。走到这里算你倒霉，这些货物我们收下了。喂，不要随便乱动，是我们的东西。居然会放炮，这么好的猎物，那就可以送粮食给大家了。补给部队迟迟没有到达。如果现在我离开这里，补给部队似乎已经顺利到达，太好了，这下可以放心了。好，这样就做了万全的准备，我们也开始进攻吧。在各位的帮助下，口粮全部保住了，真不知该如何谢谢你们。我已击败敌将，此次胜利都是大家的功劳。哦，真是精彩夺目啊！今后要继续努力，成为军中楷模。要做，就绝不能让任何人通过。
竟敢在朕的面前如此无礼！来人，给朕杀了他们！冲啊！此阵的胜利，我们收下了。是孙策，真是可恶至极，立刻送他去找孙坚。上吧，一鼓作气杀向敌阵。往之前，寸步不让，寸步不让。哦，兄长，你入骨我然厉害呀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！必定成功！竟会如此一败涂地！这就是擅自称帝之人的下场吧？我的理想之路究竟前途几何？我已击败敌将！啊，多么壮丽的战斗！袁术已经灭亡，身为名门贵族，我必须将天下引导到正确的方向。看到了袁术的下场，还要执着于名门吗？仅凭名号已经无法掌控天下了，在这乱世中必须以万军之力推行新的礼法，无论过去未来，我都会为此而战。从我们在的时候开始，他就一直执着于权力，那种东西明明毫无用处。我们才不需要什么名号和权力，只要有稳固的地盘和志同道合之人就足够了。只要达成目的，联盟军就会解散，今后或许会成为彼此的敌人吧。徐州早晚会再次受到威胁，届时我能做些什么呢？报告，陛下身旁的董承将军派来了使者。什么？快请使者进来。陛下现在俨然成了曹操的傀儡，为了拯救陛下，董承将军决心诛杀反贼。目前董承将军正在召集志同道合之士，希望刘备大人也能在这封联名信上签下姓名。上面还有袁绍大人和孙策大人的名字。曹操大人已经专权至此了吗？可是虽然选择的道路不同，但是如果没有曹操大人，我就无法回到徐州。那刘备大人是打算站在反贼一边了？非也，如果陛下继续忧心，就会影响朝政，百姓也无法得到安宁。如不嫌弃，我愿意贡献一份力量。太谢谢您了，我还要去向董承将军汇报，就先告辞了。哼，这回曹操可难逃公道了。但是兄长，我觉得有些不大对劲。如果我们与曹操大人暗中联合，计划很快就会暴露，那位使者也无法全身而退。但是他并未观察我们的反应，
毫不犹豫地就拿出了联名信。作为密使，他的行动也太过轻率了。曹操的大军正在向着徐州进军。什么？曹操大人为何会进攻我们？报告，曹操以刘备大人参与了暗杀曹操计划为名，发动了进攻。什么？莫非那封联名信暴露了？大哥，事已至此就没办法了，我们快点准备迎击敌人吧。但是我们势单力薄，正面迎战只会白白送死，即使闭门守城，胜算也很低。那该怎么办才好啊？舍弃徐州，撤离此地。只要我不在这里，徐州就不会被卷入战乱吧？兄长，真的假的？徐州多次被卷入战乱，现在百姓好不容易过上了安宁的日子，绝不能因为我的轻率举动破坏了这份安宁。云长、翼德，请你们暂时忍耐，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摆脱曹操的追击。曹军的行动如此之快，我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。敌军兵力雄厚，实力不凡，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摆脱这一困境。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这个恩情必须报答，准备受死吧！一旦这座城池陷落，刘备大人就危险了。无论如何，都要撑住才是。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锋芒之前，寸步不让，寸步不让。真是遗憾，竟辜负了曹操大人的期待。感谢您的救援，这下可以帮助友军进行撤退了。我已击败敌将，此次胜利都是大家的功劳。哦，真了不起啊，大哥！哦，兄长，您果然厉害呀！兄长，
个据点对我军而言极为重要，绝对不能被轻易夺去。因此，刘备军应该也会拼死进攻。我们两个加强防守，进行防卫吧。不让！这支部队并非上策，我来防守这里吧。不让！老之前！寸步不让！不让！刘备等人定会成为曹操大人的阻碍，明知道这样还是放跑了他们。我已击败敌将。兄长，您果然厉害呀，寸步不让。寸步不让。我有鸿鹄之志，必定成功。寸步不离，击败敌将。了不起啊，大哥！对此地置之不理，并非上策。我来防守这里吧。要地居然这么简单就被攻陷了，今后的战斗中我的防守策略还需要改进呢。此次胜利都是大家的功劳。被刘备他们击倒了，据点似乎也被夺走了。山贼越来越活跃，这下根本做不成生意。就没个人去讨伐他们吗？哦，您愿意帮忙讨伐啊？那就有劳了。值钱的物件给我留下来！寸步不让！哎，这里常有商人通行，明明是个赚钱的好地方。
经击倒那些山贼了。谢谢，这是给您的谢礼。对了，我已经和白马兵说好了，如果您遇到困难，可以去寻求他们的帮助。此次胜利都是大家的功劳。哦，兄长，您果然厉害呀。袁绍大人似乎正在白马，或许可以通过交涉获得他的帮助，但袁绍军已经进入了备战状态，在见到袁绍大人前最好不要引起骚乱。你竟敢若无其事地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什么？你说有好事告诉我？哦，你说现在是攻打曹操的好机会，那么就向我证明你所言不假吧。首先来告诉我这一带的情况，接下来这边的情况怎么样，最后那里的情况又是如何呢？原来如此，这确实是个好机会。好，那就开始进军吧。此次胜利都是大家的功劳。哦，真了不起啊，大哥！兄长，不顺眼，我一定要把你们打尽。再次遭遇敌人，我就无法撤退了。寸步不让。兄长才是真正的三国无双。寸步不让，我已击败敌将。哦，兄长，您果然厉害呀！不要得意忘形，不让，绝不允许有人阻拦孟德的前路。好，这样就可以继续前进了。大家加快速度。虎口啊，云长、翼德，大家没事吧？
他们逃向这边了，不留死角的搜查。即使逃至此地，也无法甩掉敌军吗？可恶，曹操军这些家伙简直没完没了。没办法，就让我来做诱饵吧。喂，二哥，你说什么呢？兄长绝不能死在这种地方，无论如何都要保住性命。以德，你一定要保护好兄长。等等，云城！可恶，快走吧大哥，再不走连我们也被抓住了。云城，抱歉。袁绍大人，感谢您接纳我们这些败军之将。不必如此拘谨，拯救有难之人也是我这个名门贵族的责任。就让你亲眼见证我袁本初如何击败傲慢的曹操吧。虽然不想这样说，但是难以置信的是，我们的大军竟会因为一名敌将陷入苦战，真是让人不愉快啊！我军的士兵都对他畏惧不已。曹操军中竟然有如此猛将？据说是个身材魁伟的长髯男子。说起来，你的义弟似乎也是这副模样啊。不过有你在这边，你的义弟应该不会来阻碍我们。难道是云长？刘备大人，你是？我是曾经追随公孙瓒大人的赵子龙，此次前来只为追随刘备大人。喂喂喂，你没喝醉吧？我们可是一无所有的门客呀。没关系，刘备大人的志向吸引了我，要拯救眼前的百姓，在这乱世之中再也无人能拥有此等慈悲心肠，只有您才是我的明主。我现在居无定所，你也一定会吃很多苦头吧。如果即便如此你也愿意跟随，那今后就拜托了赵云。是，我赵子龙会赌上身家性命，誓死效忠刘备大人。关羽大人确实在曹操身旁。什么？难道他成了曹操的手下？不是的，他是为了让刘备大人一行顺利逃脱才暂时选择投降。义德，我们也是这样，为了生存一直接受袁绍大人的庇护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道路，也是为了与结拜兄弟的重逢吧。这倒也是。转告云长，我们现在身为门客无法邀请你加入，但是此战之后我们会离开袁绍大人，希望届时能与你相会。遵命。我要离开袁绍大人，迈向自己的道路，在许昌与云长会合之后就前往荆州。
诸位将士的关照，我要赶往兄长所在的许昌了。许昌，一看就是曹操军的客将关羽啊！这将大人物的首级献给主公的大好机会。官渡消失不见的刘备一行也在这里，这下立功的机会真是应有尽有了呀！不不让！我这些。无命！老大，我们被袁绍军发现了，快点击败他们，与刘备大人会合吧！不不让！为了为邀功而丢掉性命，那才是真正愚蠢至极，还是暂且撤退吧。哦，兄长，关云长回来了。云长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寸步不让，我们可以平安出府。寸步不让，这下总算是击退袁绍军了。路途遥远，我们抓紧时间吧。好啊，太好了！裴元绍，我们现在也是他的部下了。什么人？你也是横行在这一带的山贼盗匪吗？竖起耳朵可听好了，我这是大英雄关羽的头号手下，飞毛腿大力士周仓大爷。不要说谎话骗我，关羽大人的侍从里哪有你这样的人？什么？哎呀，是真的！我好不容易才遇到老大的。眼下，黄金的残党在四处跋扈，我看你多半也是其中之一。我赵子龙绝不会放走你这恶贼。哎，赵子龙，那你跟老大岂不都是？哎等我把话说完吧。让他跑了，怎么会跑得这么快？此次胜利都是大家的功劳。哦，真了不起啊，大哥。Thank you.
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来了，只要能击倒你们，我就能升官发财了。前进，前进！让敌人领教一下我军有多强大吧。那不不让，我们也前进吧。不让。完全敌不过他们，退步不让。来升官发财，可离我很远很远呢。此次胜利都是大家的功劳。真是威风凛凛的英姿，那个看起来十分可靠。这阵势还挺浩大，那就让我来将你们击退吧。寸步不让。红座部队，快去准备火箭，能拦住他们就算点燃了部分关锁也没关系。只能到此为止了，总得能完成任务吧。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此次胜利不让都是大家的功劳。守护此地，我才不会输给什么刘备军。Yeah!
该负责防御吧。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不让！厉害！看来我无法阻止这些人了。此次胜利都是大家的功劳。真是威风凛凛的英姿，那个看起来十分可靠。我是这一带做纺织品生意的人，有件事情想要请您帮忙。我接下了某位客人的委托，他说想要件豪华无比的袍子，但我这里没有他要求的其中几样材料，所以才想请您帮忙寻找一下。要是您能帮忙寻找，我一定会给您份大礼，就劳烦您了。哦，你已经集齐全部材料了呀，我一定会给您份大礼，快请收下吧。有了这些材料，定能做出精美的袍子，委托之一的曹操大人肯定也会非常满意。但他究竟要将这件袍子送给谁呢？从尺寸来看，对方应该是位非常壮实的人。我名叫胡华，看阁下身材魁梧，故有事相求。我儿就在山那边的城寨工作，希望阁下能帮忙将这封信交给他。Yeah.
什么？父亲托你给我带信。啊，这确实是父亲的字。虽然不知你姓甚名谁，但真的谢谢你。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，就请来找我吧。阁下把书信送到了呀，真高兴他一切平安。不过阁下竟真能越过那座险山，不愧是我看中的壮士。平时一样，但真是厉害呀。行为做事不理，不会化身盾牌，你们休想通过。既然普通的招式无法阻止敌军，那么只能投入兵器了。你要守住这里，任何人都休想通过。哦，兄长，您果然厉害呀。阻止你们，我已击败敌将。
此次胜利都是大家的功劳。太厉害了，你真是太耀眼了。哦，真了不起啊，大哥。放过你们，就会给孟德造成麻烦，就请你们老老实实的丧命于此吧。报告，敌军增援已到，应该是秦琪麾下的部队。
此次胜利都是大家的功劳。此次胜利都是大家的功劳。哦，兄长，您果然厉害呀！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打扮的还挺鲜亮，既然跟你无冤无仇，那还是要你留下买路财。寸步不让，少了碍事，我必须赶快前往夏侯惇大人那里。我有鸿鹄之志，必定成功。姐夫身手和外表，难道你是张辽？对不起，这个给你，快请饶我一命。阁下是？不，现在无需多言。非常感谢阁下刚才出手相助。我必须向夏侯惇大人转告曹操大人的话，时间紧迫，就先行一步了。此次胜利都是大家的功劳。
则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夏侯惇将军，主公有话转告，请停止追击关羽，回去吧。难道要我放他逃跑？你真是太稚嫩了，孟德。受到了袭击，没工夫在这里闲话了，弟兄们，我们快回去。只要突破这里，就能摆脱曹操军的包围，大家一定要一起到达荆州。战往直前，我有鸿鹄之志，必定成功。记住，不让他日定会手刃你们，这样曹操就不会继续追击了。大家干得漂亮，我竟会在战场上落后于人，我已击败敌将。哦，兄长，您果然厉害呀。云长，太好了，你能活着回来真是太好了。兄长，让您担心了。别提这事儿了，冷不丁的说自己去诱敌，谁知道就不见了。翼德，多谢你保护了兄长啊。嘿嘿，客气什么，我这还不都是应当的吗。你是？我乃赵子龙，现已加入刘备大人的麾下。二哥，这家伙也挺有本事的。原来如此，有可靠的伙伴加入，真是可喜可贺。是啊，虽然聚集了如此优秀的同伴，但我还是一事无成。而且，因为我的一时糊涂，害得大家四处漂泊。为了协助兄长完成志向，我决定保住性命，才不惜向曹操屈服。现在应该庆幸大家都还活着，这样才能不失信念，继续前进。谢谢大家，但是我们不能一直漂泊，我想寻求荆州刘表大人的帮助。荆州尚未被卷入战乱，而且刘表大人与我是同族，他一定能够接纳我们吧。真高兴刘备大人能来投靠我，能迎来声望颇高的你，可真是我的荣幸。竟然如此热情地迎接我这个漂泊之人，刘表大人真是感激不尽。客气什么，请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故乡一样，好好休息吧。刘表大人的盛情厚谊真令人感动，不过我们不能永远漂泊不定，过着被乱世左右的生活。为了百姓，为了国家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法。反正他们暂时也不会赶我们走，放下心来慢慢想吧。相信刘备大人一定可以找到最佳方案。在兄长实现志向之前，我们也会从旁协助。各位，感激不尽。